我也想问一下，昨天太太有特别在这个脸书上面发文，有没有觉得蛮感动？他说要跟你站在同一阵线。对啊，我真的蛮谢谢他的啦。对啊，这个退选是不是自己也蛮委屈？不会委屈。对，应该为这个事情负责，没有委屈的感觉。对，委屈委屈。跟张庭赫正式的时间，跟这个加入国民党好像时间蛮重的，就是给我们一点空间吧。我已经没有要选了，那也为这件事情负责了，就不要再胡乱揣测了嘛。对，心情是不是蛮不太好的？哦，这个没有办法好吧？对啊，就是说这个，但是我会做尽责到最后一刻了。小心，请可以说一下跟张庭的认识。这个我想。不会再胡乱揣测了，这个都是莫须有的事情，好吗？那为什么会换那个委员会这个部分？没有，这个本来就是那个，因为他觉得换委员会是不是跟张庭跟这一点的关系都没有？不要再胡乱揣测了。会不会还要把这个案子说要直接再报了，会变焦点就调查？没有问题，都无所谓。会觉得他这个在做这个事情都没有关系，哎。那另外一个看说，哎，小心，小心。应该会，你会帮他辅选，或是给他一些。民进党征召的，我都会全力支持。那您那时候轻松立委，会不会觉得？觉得这个我不接受，对啊。因为很多人就说现在是卖台回去，然后打回来。我没有这样的感觉。我们尊重那个党中央的决定，我会全力辅选。委员，那个王定宇有跟您协调退选这件事吗？我想这个大家都会做充分的沟通，但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委员，那个昨天这个赖清德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必须要严正来看待这件事情，可能不止退选，甚至有可能要求要退党，您有同意吗？没有，没有听说，但我会深自检讨。委员，邱毅在当年他大说，这名当时。不要再胡乱揣测了，不要再胡乱揣测了。邱毅觉得那个说法应该是没有经过证实。不要再胡乱揣测了，总统。来，统战机构。哦，不要再胡乱揣测了。喂，传出这个中国籍的女子是有很干的背景。不要再胡乱揣测了，这都是莫须有的。哎，小心点，不要撞到。各位，来，侯队，我们会长，这个照片是不是这位女生流出去的吗？谢谢哦。那我上去谈过什么样的条件呢？有人说他是间谍，特务间谍。太扯了。所以先小心来了，我先太扯了。所以跟你有关吗？间谍现在还有联络吗？来，小心哦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后面有东西哦。因为照片的角度都是一个自拍，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女生？小心哦，小心哦。这样，就像这个是告一段了吧。今天这个辛苦你了，来，谢谢。有人接受调查，你都会全程配合吗？对，没错，谢谢。瓦红威今天要做什么？小心哦，这个女生有跟你讲过什么？小心哦。瓦红威今天要把资料给调查局，你怎么看？来，小心哦，小心。随便随便，我可以。他有没有要求？我们可以邀请那个马文君一起吧。到了。好，谢谢。那马云军觉得为什么你要把他一起拖下水？先禀报，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了。马云军觉得你为什么要把他拖下水？好了。今天外界好奇他这个身份到底是什么？他说您的泄密地位很高，在酒店认识吗？有可能是特务间谍吗？部长，当先冒发请证哦。对于整个交易事件这一块，是国防局的人吧？